不，你每天你困拢爱念这边啊《心经》啊，好，家己恢复空性，安尼啦，啊，恢复清净，进入空性睡觉。因为咱听闻佛法以后，对咱来讲啊，去今日就算辛苦足疼，跟咱去病院，即、這个疼嘛是一种的感受。虽然足疼足疼，会甲家己讲，迄是一种的感觉，只是一个暂时的，没有永远的。各位要定来规划。你即马爱情搁较好，啊，咱是搁较疼，搁较好家，搁较缘投，搁较少年，啊，老病死迄是百分之百的代志，你定来去思维这个道理。因为咱皈依三宝啊，那你就会觉得哇，太好了，那你生命就有方向，有方向，啊，拄着代志不会怪别人，因为啥，对家己有更孝心，哎，拢家己的作的业，对众生有报恩心。哎，迄是咱过去，咱唔知伊是咱的爸母，咱讲伤害哦，啊，所以今嘛唔叫有这个业报。那你要跟自己讲话，所以我要练习这个跟自己讲话。当你内心碰到很大的挫折的时候，这个是我过去是修的了啊。像我这辈子碰到什么大的挫折，我都可以买一罐那汽水啉完就好啊，因为我都像冒泡一样。你满的话，你满的这世间没有什么大事情，因为你敢讲，大家都在扑扑跳，就没什么大事情，这没什么啊。因为，所以我认为很重要，有钱善恰两种生活，你弄我都过。你别再讲，我可能爱有钱，我行善恰啊，我可能爱健康，行破病，那你就内心就会很痛苦，对你来讲就会有很大的伤害。所以各位要赶快再练出来皈法，你要意念三宝。啊，那是赶紧念阿弥陀佛，赶紧念观世音菩萨，赶紧念地藏王菩萨。看到迄个破病散车，赶紧念药师佛。啊，看这人下地下见无信因果，啊，那是有咧修行，袂发菩提心。啊，各位你爱从药师佛的十二大愿去背复习，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去背复习。啊，地藏本愿咧创啥物？释迦牟尼佛的五百大愿你也看过，所以针对对方的状况。每一个佛拢发这个愿，啊，所以我更加念这个愿来和佛，佛就怕病，佛就你给他念，我等到我供养你，对不对？我想各位皈三宝里面，那各位要点点念佛、念法。皈佛是你的心，皈法是慈悲，这个法皈身呢，是你真实去慈悲，用佛的心去慈悲，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，何难慎重？所以各位要对三宝有这种信心。